在棒子留学的孩子，你们伤不起啊，有木有？有木有？中学时代韩流来袭，各种你骂韩剧，各种偶像团体，把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孩子挂的这个迷糊啊！当时就觉得韩国老这么好了啊，怀里揣着梦想，兜里揣着希望，决定来伟大的大韩民国来留学啊！刚下飞机这个兴奋啊，这个嗨，可你骂出了机场上了学校大巴啊，这个郁闷啊，跟他妈下山课游似的。去学校上个课，你妈跟爬山似的，全是坡啊！一不小心摔倒了，能从你妈法大一直滚到图书馆，再拐个弯直接能滚到你妈学校正门啊！有没有？教授讲课一张嘴就半遮法处理啊！有没有？你让我听什么啊？各种作业，各种发表，各种 report PPT 啊！上去都不知道自己白乎的是啥，有没有？点完名，班级人少一半了，有没有？点三四个人名，都是你一个人掰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碰见不喜欢外国人的 HD 教授，那你可爽了啊！全勤加作业加考试，成绩还是个鸡啊，个鸡啊，鸡家里面都不给啊！心情不好的直接给 F 啊，一学期白忙活了。再好点的教授直接告诉你们换课吧，上他的课期末直接给 F 啊！你妈是不是吃月经长大的呀？学费每年都涨啊，涨完了学生举牌校内游行啊，还特别有写中文的，你妈写的什么呀？想进我 H 看不懂啊，看不懂啊！戴帽子出门的都是你妈没洗头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新闻的报道都是天朝的负面新闻啊，电视里放的都是一个都不能少那种农村片啊，有没有？宣传的都是中国的落后啊、残破啊，有没有？中国有烟头房吗？这个是沙发啊，这个是电视啊，这个是冰箱洗衣机啊，这句话同学们很熟悉吗？有没有？这么打十万把中国想成什么样啊？什么韩语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，先进尼玛，会变形啊，有没有？先进尼玛那单词的汉字词啊，一个东西好几个单词啊，都可以一个意思啊。各种时代联姻、定语、伴侣、人形、性别词什么的都给我整懵了啊！数字词有两种说法，说电话号码的时候还你妈能互相换着用啊，太他妈高科技了呀！你妈说说话表示感叹或者程度的时候，那发音简直跟你妈要吐痰似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世中大王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呐、啊，超越了最牛十三的语言呢、啊，有没有？其他都是用汉字名起的，还大王呢，能科普啊？再说汉字是汉字，不是中文呐、啊。他们是繁体，但写的是简体啊，没有汉字，伟大的韩国连古书的文献都没法阅读啊，有没有？棒子说英语一张嘴那个氧气啊，根本听不懂丫头说什么啊，有没有？ F 不念 F 念 A 不啊，欢庆念欢庆啊， sorry 念 sorry 啊，翻译实在骚啊，太你妈诡异了，学完韩语吧英语都给整不会了，有没有？说什么美国是他们朋友啊，看见印着美国国旗的直升机就说是他们国家的，弄个军事演习跟朝鲜要干仗，最高司令官真是你妈外国人啊，还在那舔着脸说你骨无力拿来亲骨亲你妹啊，骨你妈呀、啊，煮泡面扎个蛋放个破糟甩几遍泡菜叶子吃的那个神采飞扬啊，请客还要请吃泡面的，有没有？天天除了睡觉吃饭就是喝酒啊，你妈妈烧酒有什么可喝的，满脸酒精就让人就是那味道，有没有？传说中的 MT 就是教授领着一群学生去外地喝酒啊，淫乱啊，那么淫乱还是喝酒啊，有没有？一堆人喝水就是一个杯，你抢了我接着抢呢，表示不嫌弃对方，你妈不怕不传染病呢、啊。你妈一人吃完饭喝完酒就没人结账啊，几个人站在扒拉圈掏钱包手伸进兜里就拔不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喝个酒那个吵啊，你妈耳朵都震破了，来了韩国才知道中国的嗓门不是最大的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女人跟男人在一起吃饭那就不是人了，是神仙啊，恨不得吃一口都能撑得要躺下歇会儿啊，喝了两眼发光回家捧着盆吃啊，有没有？蔬菜水果牛肉可你妈贵了，吃个饭你妈好几千呢、啊，兜里不揣着几万根本不敢出门呐、啊！你妈妈一万块绿了吧唧的，像你那名义似的拿着渗人呐、啊！那大酱汤就跟你妈臭脚丫子一个味儿啊，有没有？辣白菜不是辣白菜，那是你妈万能菜呀、啊！吃饭的时候能吃，喝汤的时候能吃，吃烤肉的时候能吃，喝酒的时候能吃，牛杂时能吃，看电视也能你妈当零食吃啊，有没有？不管男女，不管在学校食堂还是饭店，不管旁边有没有人，鞋一脱，脚上灯上一放就是那个吃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饭打多了一些，那帮胖子想见着看你就说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是山呢？说完还笑，笑你妈呀！没见过能吃的吗？我他妈脚软馋了呀！大冬天冻得大鸡都软软了，妹子就穿个短裙黑丝袜，嘴上还说今天怎么那么冷啊？你妈你是不是个逆袭呀？女人被欧巴喊的那小声音，就跟你妈一个被封锁了20年的瓜子孙，突然掉下来一个跳偏了的欧美逻辑伞兵似的，你妈怎么不去给毛片配音呢？女人鼻子都一个型啊，眼睛都一个样，脸盘都一样大，你想的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呀、啊？有木有？估计都是出自一个师傅之手啊！都说韩国美女多，啊，你妈把脸拿过来往膝盖上一磕，都他妈能掉渣，那他妈是我爱罗德莎之护体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棒子出来让喜欢的对方脸上摸来摸去啊，看看是不是动过刀啊？你一摸你妈全是假的，有没有？见面就点头哈腰啊，转身就西八飞机啊，年龄大的就是爷啊，年龄小的就只能听着，挨打了都不敢还手抬头瞅啊，有没有？刚来的时候去打排球啊，一进去哥他妈就傻了，我擦脸闹不住啊，你妈排球案子没有动啊，太你妈诡异了。